称为娱乐圈中的性感女神。她清新、自然、美丽、娇小的形象已深入人心，朱茵在娱乐圈中的绯闻并不多，感情也相对比较专一。她的真实个性就像《大话西游》中的紫霞仙子一样单纯、善良、耿直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痴情女子。朱茵出生于1971年，在剧情片中饰演张家辉的妹妹，打工养着自己的小白脸男友。后来被刘德华戳穿了男友的骗局，对刘德华产生了情愫。说起朱茵，就不得不提她的丈夫黄贯中。朱茵曾说过，自己的珠宝都是老公买的。在她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黄贯中十分宠溺朱茵，两人依旧恩爱如初。如今46岁的朱茵在身材上保持的也是令人羡慕，一袭红裙美得不像话。一起来看看朱茵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长裙，吊带的款式展现精巧的锁骨，勾勒迷人的肩线，衬出修长的脖梗，优雅中透出一丝小性感。朱茵选择的这件连衣裙款式十分修身，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完全的显现出来，勾勒出姣好的身形曲线，女人味十足。不少网友看完朱茵的这身造型后表示，朱茵简直了，46岁上身快把裙子撑爆，身材也太好了吧。还有网友调侃道，都是黄贯中的功劳。再来看看朱茵的其他造型，她穿着一件雪纺质地的长裙，飘逸的裙身衬得她仙气飘飘，仿佛坠入凡间的仙子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朱茵穿着一件西式外套搭配 T 恤短裤，精巧的西装领设计简单大方，更增添迷人的优雅气质，整体配搭尽显干练风范。你喜欢朱茵的哪一身造型呢？